Thank you.
Thank you.
I'm gonna go to the hospital.
Thank you.
是着七月二十八日，农历六月二十三日，伊着中华关圣堂承认着咱个啊，咱母亲有关林秀江啊，在厝内一撮进行参修大典，伊着咱个中华关圣堂三财元佑平安妙境大典圆满顺利，伊着堂主赖志鹏，副堂主林志华，副堂主杨永龙，现在全体技术人员一同拥有咱的林秀江三三不凡的尊神，向前行，三上两礼一拜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福泰平安，四福消灾，人情祝福，再拜。祈求三三不凡，求福定生，求福万里，心飞平吉，三拜。这是祈求着林秀江三三不凡，庇佑着中华关圣堂五华总会主，发达四方，风风得意，招财进宝，财源广进，所求如愿，有求必应，一旦千载世年，百福同生，事事如意，小灾速福，平安顺心，万事吉祥，全体赞扬三拜礼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。请求全体上香。请求上香。请用着林文江来这个一撮进香，快些吧，我也唔着急，两个林志刚快些。再次有着咱个堂主，伊个副堂主啊，来准备来敬献哦，咱个啊鲜花以及金香炮竹、雕刻礼品等等啊，有着咱个堂主赖世鹏、副堂主林志华、杨永红，率领全体同敬献礼品，行三敬拜的敬拜，再敬拜，三敬拜，请敬献。在准备想去马家后，中华关圣堂坐上着宝顺林庆江来一撮进入来参与大典，行三吉祥礼，一吉祥，再吉祥，三吉祥，吉祥。